欢迎收看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节目《湾区全媒体》，我是陶婉琪，我是梁可希。Karen， 我哋嘅节目咧，咁涵盖好多唔同嘅范畴啦。你自己对边一样最有兴趣嘅咧？咁我最关注嘅当然系社会民生啦，同我哋最密切啊嘛。其次就系一啲科技嘅消息啦，嗰啲 AI 啊、科研啊，真系令人大开眼界噶。咁唔知道电视机旁边嘅你咧，系咪有同样嘅谂法呢？其实透过我哋唔同嘅环节咧，就可以了解到好多关于我哋国家嘅有趣大小事啦。好，我哋唔讲咁多，先出发去第一个环节南北快闪啊！青岛国际邮轮港区服务管理局驻美国佛罗里达联络站近日揭牌，佛罗里达州第二大城市迈阿密是世界邮轮之都，联络站将整合当地资源，加强同世界各大邮轮公司迈阿密总部的沟通联络，宣传推介青岛邮轮旅游政策信息，招引国际邮轮公司深度布局青岛，将邮轮旅游打造成为青岛的亮丽名片。广西火桐是一个很古老的原始物种，和恐龙时代的梭罗是同一时期的植物，所以也是植物界的活化石，是广西独有。它春天落叶，夏天开花，秋天长叶，有反物候现象的特征，目前正值广西火桐花期。成串椭圆形的花苞经过15日左右长成喇叭形，通体火红，离远望去鲜艳的花就好像一串串鞭炮般挂满树枝，具有极高的科研和观赏价值。广西靖西市胡润镇古龙山景区是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野生广西火桐分布群落，对保护世界生物多样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江门市文港旅体局假期推出乐不思蜀江门游五条精品线路，包括桥都滨海狂飙游、西围文化研学游、红色记忆主题游、生态乡村体验游以及地理标志亲子游。多个著名景点，好似小鸟天堂、陈皮村、下村岛、赤坎华侨古镇等等，可以一家大细体验农家乐，入住民宿，品尝当地特产青蟹、鳗鱼、鲜苗米、黄鳝饭等等。夏日高温持续不断攀升的用电负荷对长三角区域电网带来考验，为保障区域供电负荷平衡，江苏、上海和浙江三地电力系统联合组建配电网跨省联络工程，2020年以来进行了8次保供互助。较早前，江苏吴江、浙江嘉善10000伏配网跨省送电工作完成了两地实现配网跨省互联以来开展时间最长的一次跨区送电，令嘉善10多间企业以及超过2100户居民用上了来自吴江的电。出去玩交通方便当然就最重要啦，因为如果只要你快啲去到目的地嘅话，咁玩都可以玩耐啲啊嘛。系啊，广州地铁8号线北延段及支线嘅工程而家就进行紧啦。建成之后，市民由花都区嘅广州北站搭地铁去市中心，只需要40分钟。咁到时咪有多啲时间行下市中心咯。8号线北延段工程较深至广州北站线路全长超过20公里，共设有11个车站。支线工程江府至纪念堂线路全长20公里，设有10个车站，两条都是全地下铺设线路。施工方介绍，8号线北延段及支线工程拆迁量大，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在江高站到江村站之间。大约有400米的距离，我们要连续下穿10处铁路，对铁路保护在我们施工过程当中也尤为重要。因此，工程将运用新技术和工艺来减低安全风险，提高施工效率。未来地铁8号线将贯穿城市传统中轴线、白云城市中心和空港经济区等区域，起到传统中轴北拓作用。从广州北站到纪念堂站中心村区，最快40分钟可以到达，强化中心村区集聚疏散功能，带动白云区的江高镇、花都区的花都湖片区、沿线村镇的发展。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不少市民都很喜欢这种咁环保的交通工具。广州有一间巴士公司就批量更新了41架纯电动公交车，在多条线路投入运营。
呢条公交线路启用嘅就系呢一款长超过6.5米嘅纯电公交，可以轻松开入小巷，适应城中村道路狭窄嘅复杂路况。车内安装液晶大屏，可以显示报站、温度、时间等资讯。我啲市能市咧就冇嗰个交通图表，而家有各个站都打出嚟，又清晰啲好多。呢一种纯电动嘅公交车咧，虽然身材小，但系车厢里边嘅空间咧仲系非常之阔落噶。而且呢度非常之安静，少咗以往发动机嘅嗰种噪音。新车配备全景环视系统，8个摄像头可以帮助司机全方位查看车厢情况，亦减少司机嘅视野盲区。车入面仲有多个智慧系统，全方位保障车辆安全。全部都用电机，咁所以咧，对于电嗰方面嘅安全保护控制嗰方面，都会通过呢啲仪器去监测住佢啊，有咩故障啊咁样咯。喺节能环保方面，呢款车嘅电池由30%至充满只需要1小时。新嘅车型咧，采用嘅电池咧，佢嘅续航能力系非常之强嘅，可以达到200公里，一日只需要充一次嘅电，已经可以满足我哋呢条线路运营嘅需要。Vincent 啊，你仲记唔记得当年毕业揾工时候嘅心情啊？我都记得噶，心情都几忐忑嘅。嗱，一嚟又唔知道自己应该揾咩工咧，二嚟又见到其他同学咧陆续揾到工，都有啲心理压力噶。咁所以同畢業生緩解壓力咧都好重要嘅。廣州市社會心理公益協會大灣區青年心理服務中心早前揭牌，就為大學生等群體提供公益心理諮詢服務。应届生工作的经验啊，或者说考试的一些时间啊，各方面确实是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在找工作还有就是考研的过程中，有一些同学要求会更高一些，他会给自己压力更大一些。心理专家表示，对于短期较轻的焦虑情绪，可以通过深呼吸、运动、规律作息、同朋友、老师积极沟通交流等方式去缓解。有需要的人亦都可以进行心理咨询。中心成立大约半年时间，接受咨询最多的就是就业问题。目前呢，大约是呢心理咨询的内容，一个呢是就业呀、也等等呢会产生一些情绪啊等等困扰。第二的话呢，这一个学业呀、情感啊等方面的话题。第三呢，家庭关系啊等方面的话题。中心设在大学城粤港澳青年创业孵化器基地，有需要的大学生可以通过打电话或者在公众号预约线下的心理服务。跟校内的心理咨询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我们是一个整合性的平台，就是能够整合各个高校的一个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心理专家的一个师资的资源，以大学生为主，然后就辐射到湾区的一个青年。距离杭州亚运会开幕的时间越来越近，不止运动员积极备战，各地都有不同的活动去宣传亚运。广州图书馆和杭州图书馆共同主办双城纪亚运之光展览，带大家回顾广州亚运会之余，还借此宣传杭州亚运会，一起去看看。2004年7月1号广州新亚成功，广州市民热烈庆祝。2006年10月25号杜哈亚运火炬在广州传递。2006年11月26号第16届广州亚运会会徽发布。2008年4月28号广州亚运会吉祥物祥和如意乐洋洋正式发布。还有激动人心的广州亚运会开幕式。据今次展览的策展人介绍，当时广州亚运会期间，几乎每100名的广州市民里面就有一名广州亚运会的志愿者，所以今次在展览里面，他们用更多的视觉聚焦在他们身上，从他们珍藏的邮票、证书、徽章里面去读懂了他们同广州亚运的情缘。比如说有一位志愿者呢，他当时是在运动员的服务区给运动员提供一些服务的，因为他周到的服务呢，也获得了运动员对他的这种非常好的印象，所以还把他的球衣也送给了这位志愿者。那么这次呢，他也把这个球衣来参展了。可以说这是亚运和城市之间一个同光共荣的集体记忆吧。来到杭州亚运会的展厅，这里以亚运的主形象式红蕴紫为主色调，展示了本届亚运会54个竞赛场馆的图片和广州亚运会的场馆图片，形成了梦幻联动。
李宗梅展子团队还专门为这次展览创作了一幅《双城记》展子作品，意义非凡。这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30日。近日在共建港珠澳大桥经贸新通道大会上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港珠澳相关政府部门、机场管理部门以及是港澳和内地物流企业代表，围绕参与港珠澳大桥经贸新通道建设、大桥经济、推动粤港澳跨境交通、物流和经贸发展等方面发表了主旨演讲。我们现在就一起去了解一下。目前珠海正大力推进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加快推进京珠港飞项目，畅通粤西地区供港生活物资经大桥运输通道，支持香港海关提出的空陆鲜活食品专属快线计划，谋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航空物流枢纽。作为国际重要经济贸易中心，香港是港珠澳大桥经贸新通道建设的重要一环。港珠大桥为京珠港飞提供了快捷的通道，实现了空陆空国际联程转运、港车北上的政策以及人工岛、自动化停车场都有助于加快建设港珠大桥经贸新通道，为商业资源流动搭建了更高效的平台，推动交通、物流、经贸、产业等领域更便捷的交流。珠海市政府与粤港澳物流园的也深建若类水果跟冷冻产品等指定的监管场地，这个正好跟我们香港海关倡议的空陆鲜活产品专属快线先到计划相互相成，有助打造一条香港国际机场及港珠澳大桥鲜活产品的绿色通道，配合简化海关程序及简易安排，促进鲜活产品联动大湾区及香港和海外，实现双向的快速运转，可以充分善用两地机场不重合的航点，一方面有机整合两地机场的资源，另一方面加强大湾区及内地其他城市整体的国际通达性，要促进全国与世界各地之间的货物流通，也让供应链变得更有弹性更灵活。此外，港珠澳大桥亦为电商物流、跨境贸易业务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高效的运输条件。通过港珠澳大桥到香港机场，直接缩短通关距离20小时，将实现香港与珠海珠三角西岸的地区的对接。为连接粤港澳三地的重要交通纽带，港珠澳大桥在促进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等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港珠澳大桥是整个粤港澳地区发展的点睛之作，以线串点，以点带面，促进整个大湾区周边地区城市的一体化，通过交通物流的完善，然后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构建以新通道为依据的多层次的城乡结构，形成以实体经济为主的高质量发展。
醫療是社會發展重要的項目，很多市民都想得到方便快捷的醫療服務，但是有時候住得遠真的想快都快不到的。是啊，就好像澳門那樣，目前澳門規模最大的兩間醫院都位於澳門半島，住在離島區的居民就醫就可能真的不太方便了。不過現在不需要擔心了，澳門的離島醫療綜合體即將提供服務，很多住在澳門離島區的居民都表示非常期待。我哋呢石排灣度行去都近啲啊，係唔係啊？你上到山頂去到鏡湖，係唔係好遠啊？如果萬一講句唔好聽，有急事嘅，呢度近係唔係方便啊？都好嘅，起碼方便啊，氹仔嗰啲居民去睇咯，唔使話遊翻出去澳門咯。小朋友就醫的話要方便一點最好。現在也方便，當然就是如果有更多的選擇會更好嘛。离岛医疗综合体北京协和医院、澳门医学中心、澳门医院筹备办公室表示，因应卫生局送外就医最多是肿瘤医治，所以首阶段开展肿瘤治疗服务，下一阶段提供的服务包括专科转诊、健康体检、医学美容等，配合当地人医疗需要和发展大健康产业。此外，位于澳门科大医院的离岛急诊站将会迁入离岛医疗综合体。新医院初步规划招聘500名医护人员，其中一成是北京协和医院派驻的专家或者管理人员，其余大部分会在当地招聘。咁配合翻目前喺澳门个15个类别嘅医护人员嗰个注册嘅实习完成之后咧，咁我哋相信我哋都会大规模咁样去招聘一啲嘅包括一啲护士啊，或者一啲技术员啊，或者药剂师之类嘅类别嘅人员咧，我哋都会陆陆续续嘅招聘。咁而本地如果招聘唔到嘅時候咧，我哋都唔排除咧喺其他地區，包括內地嘅其他城市啊，或者係大灣區啊，或者係其他外國嘅一啲嘅國家咧，係招聘我哋適合嘅人員咧，係為我哋早期開業咧係提供一個足夠嘅人力嘅保障嘅。澳門嘅離島醫療綜合體將會提供公營醫療服務同私家病人醫療服務，公營部分嘅收費同現時公營醫療服務一致。居民將繼續享有同現時相同的醫療福利和待遇，亦都可以選擇更高端的醫療服務。人面識別的使用是越來越普遍，除了出入境、過關、手機等等，現在還應用到門禁裝置。是啊，由今年4月開始，佛山市南海區桂城街道加快推進出租屋人面識別視頻門禁安裝，這個管理模式將會更加有利於提升出租屋的管理以及是公共安全管理。嚟到桂城街道屏北社區，唔少住户都安裝咗人面識別視頻門禁系統。據了解，根據佛山市非户籍人口居住登記條例，居所報送人應當喺以小時、日數為租期出租嘅房屋，居住人數30人以上嘅用人單位宿舍，居住人數30人以上嘅出租房屋嘅公共出入口、主要通道等公共區域，安裝並正常運行符合相關標準嘅門禁同視頻監控系統，並配備專職管理人員制定管理制度，查實掌握到嗰個流動人員嘅信息啦。平時網格員除咗會對一班房東進行會上動員之外，仲會加強入户宣傳。截至目前，桂城街道已經安裝視頻門禁超過2500套，已經享受到第一批出租屋人臉識別視頻門禁服務的房東表示，對於呢個系統的安全治理好放心。但這個他陌生人進不了，他一進了，他一進去我們，他這個後台24小時有人都有人上班的，在電腦監督的。那你目前對這個系統使用感覺怎麼樣？比較滿意嗎？還比較滿意吧，我們裝這個裝幾十台了。在抢救伤患的医疗救治工作当中，交通事故伤者比例一向比较高。去年9月初，中山市公安交警支队和全市医院建立抢救交通事故伤患机制，经过近一年的运作，效果又是怎样呢？一起去了解一下。警医联动机制的实施，从救治速度、技术、药品、费用等方面，为伤重人员的救治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有效挽救交通事故伤患的生命。我们120中心收到这个指令，马上会派这个指令到各个急救分站，那就近的原则，然后各个急救分站接到这个出车的指令之后，马上又在2分钟之内出车，在现场做一个紧急的处置抢救，然后就根据这个伤情接回到自己的医院，或者送去
其他的一个创伤中心。当伤者被送到创伤中心之后，医院会组织相关专家联合会诊，全力实施救治。所有病人来了之后，我们就会邀请相关的专科，神经外科啊、骨科啊、其他胸科啊，这些先到抢救室来等候这个病人。救护车会给我们这个抢救室里面预警，那我们知道这个病人又来了，那我们先把这些专科都叫下来，然后病人一到，我们就马上展开这个救治。当救护车在早晚高峰等时段出车救援，遇到严重交通挤塞的时候，医护人员可以立即通知交警部门协助，交警部门将会马上展开调度工作。接到求助之后呢，我们交警支队指挥中心呢立刻为求助的车辆规划最优的通行路线，依托我们的平台呢，将求助车辆沿线经过的路口的信号灯调为绿灯，同时根据实际情况，我们调度就近的警力前往带路。当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之后，交警仲会及时将情况话俾家属知。自从去年警医联动机制实施以嚟，交警部门共接到求助99宗。在此呼吁我们的广大驾驶员，在行车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我们的救护车或者警力带路的一些求助车辆的时候呢，及时让行。今年6月29日，第一列海陆通道冷藏班列通过海关铁路转关方式，由大连抵达沈阳冷鲜港。而呢班车装住咗冷链集装箱40个，其中装载嘅进口肉类同埋水果货值咧系105万美金。这个班列的顺利抵达亦都标志着沈阳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式启用，同埋国际冷链运输大通道亦都正式开通了。在沈阳投资了大概30亿构建我们整个东北沦陷港，东北沦陷港也得到了沈阳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载一个规模化和集聚化的一个基地，对整个降低成本和帮助沈阳核心城市、中心城市这个作用是巨大的。去年以来，沈阳充分发挥海陆通道优势，通过精准招商吸引各地冷链物流企业进驻沈阳，推动打造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沈阳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啊，是2022年获得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的。在此基础上呢，我们拓展规划了东湖物流板块，作为沈阳市分担区重点发展的核心板块。基地的总规划面积呢是13平方公里，计划总投资啊将超过600亿元。在第15届全球食品冷链大会上面，30多个国家冷链物流业代表参会，多间企业签约入驻沈阳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将直接带动冷链相关领域投资超过100亿元。沈阳临空经济区呢，将以此为契机，开展进口冷链食品的通关、交易结算、流通加工、区域分拨配送等服务，大力发展生鲜农副产品的交易、冷链仓储产业。大枢纽带来大物流，大物流催生大产业，大产业塑造大都市。沈阳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启用后，将依托公铁多式联运优势，以交通线带动产业链，推动冷链设备生产、物资流通、消费等领域实现链式发展，打造贯通全国、辐射东北亚的冷链物流中心。了堪神州精彩在线，盛夏的三峡风景如画，企在三峡工程大坝的坝顶，凭栏眺望青山绿水间，滔滔江水奔涌向前。节目的最后就一起跟随我们的镜头去到长江，欣赏下这个咁伟大的世纪工程。今天湾区传媒体的节目时间够了，我们下集再见，拜拜。